根据记载，在摩尔门经《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》里的真实事件而制作。传话给我的人民，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相信我对他们讲的话。你们要因你们所立的约而被称为基督的孩子，他的儿子女儿，因为看哪，今日他已在属灵上生下了你们，因为你们说你们的心已经由对他名的信心而改变了，因此你们已从他而生，成了他的儿子女儿，因此我希望你们承受基督的名，记住把这名一直铭记在心，使你们能听到并认得那呼唤你们的声音，以及他要用以称呼你们的名。人怎么会认得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、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？所以我希望你们稳固不移，总要多行善事，使基督能印证你们是属于他的。